我叫李白章，哈尼族，是云南省红河州黄河县的一名基层文化工作者。我们哈尼族，他是一个特别勤劳、勇敢和智慧的民族。 是生活在大山上，就在大山上开垦了那么一大片梯田，所以有人就说哈尼族它就是一个雕刻大山的民族。哈尼族多声民歌和梯田分不开，因为它实际上的名字叫做栽秧山歌，是在栽秧的时候所唱的一种民歌，所以说它是属于四季生产调里边的春季调。哈密卡吉嘎起写手机的歌，写好手机的歌。 咪牛家多了，咪些马车马车给你啦，所以咪卡家里马比玻璃车个，咪个那啥啥啥，我家里马比多拉来车个，咪个不，咪个那个叫我个意思，个话别的多一点，一多阿拉老阿比在那弄好，阿尼马波啥个秋季卡老早那些，马窝了马在叫么，嗯，秋虎哦秋子啥秋秋菜秋，哪个在叫么？ 从第一次申报非遗以来，多声民歌就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很早的时候就到过美国，到过日本。进我们哈尼族的村子里面，墙体上画一些我们哈尼族的农耕文化，还有是我们的风景，我们身边所产生的一些事和物。 游客到我们这里，很直观的可以看到我们哈尼族的很多的文化现象。通过这样的展示，让世界或者外界更多的了解我们哈尼族一路走来的文化。哎，是。哎，老，说没有去，那就是一些出差的吧，客串西塞的样的，你懂？因为俺的呢。 内部有那么的买啊，那么是来客串去这样的，俺穿买一个，就做那面面来客串去这样，一动要么把起出，一把地方做那面来。哎呀，西夏俺那做龙也嘛看，俺兄弟，俺怕下了兄弟别么个呀，俺啥好买，我就买那个去把买了，俺个俺把怕么了嘞。来三年后，马可有。